小雅，真的要打兔子弄兔子腿吗？兔子那么可爱，没办法，要不灵姐跳跃药水必须要兔子腿的。说以后我们可以多繁殖一些兔兔，然后放生它们。好的话，我家到沙漠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这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嘿嘿，这盔甲真好，不怕摔。布林姐，你为什么不直接翘翅飞下去啊？翘翅？哦，是啊，我们身上这个都是翘翅啊。布林姐姐传送了，我给你烟花。烟花有什么用啊？烟花可以给翘翅飞行加速啊。哇哦，很厉害的样子啊。然而我并不会用翘翅。哈哈，布林姐，你居然连翘翅都不会用。臭裤子，你不要嘲笑我啊。臭裤子挖你的矿去了。布林姐，烟花给你，我教你玩翘翅。布林姐，看我看我，起跳，然后空中空格，右键烟花加速，呼啦，飞喽。哇哦，小叶你好厉害啊，我也来试试吧。我刚刚貌似成功了一下，但是没用烟花加速。布林姐，你只是滑翔了一段，不算飞了。这样啊，那我再试试吧。我跳起飞了，然后呢？烟花呀，布林姐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右键烟花啊，布林姐，你都落地了，才在地上放烟花。嗨，那我再试试吧。哎，跳空空，啊，好难啊！布林姐，你不要慌，慢慢来呀、啊，多试几次。不行，我再给你一些烟花。哦，小月，我觉得我可以了。哇，布林姐，你好棒啊！你成功起飞了，烟花加速啊！啊。布林姐，坠机了！哇哦，什么情况啊？为什么我都成功了，一下子又坠地了呀？布林姐，游戏角色是随着看着的方向飞的，你再试试吧。小月，你说我垫高高会不会好一点？对哦，试试吧。哇哦，小月，我成功啦！嘿呀，下次真好玩。布林姐，你好棒啊！注意在空中可以烟花加速，但是不要坠机哦。嘿嘿，小月，我们来玩特技飞行吧。好啊，好啊。2000 years later，小月，差不多了，我去继续收集兔子腿了。那好，我们下去吧，我也要和兔子一起挖矿了。陪我挖矿？小月，你确定你不是来监工的？才不是监工呢，就是陪你挖矿了。啊，布林姐，你下去别直接竖着下去啊！啊，我为什么落地摔死了，小月？布林姐，你直接下去是用头撞击地面落地呀、啊？哈哈哈，布林姐是坠机了吗？布林姐是落地用脸刹车了呀！哇，你们就不要笑我了啦。